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韩国女歌手白智英曾在11年前遭到前经纪人男友金始源设计拍下性爱光盘，她全身光溜溜地坐在金始源身上，震惊演艺圈。而金始源被逮捕时，她也面无表情，不做响应。性爱光盘曝光，白智英将自己封闭起来，日前终于开口谈起这桩偷拍事件，流下痛苦的眼泪。她说，作为一个女人受到了致命的侮辱，而且也因为我，无辜的家人受到牵连。更称，事件爆发后，我一直躲在酒店里，我住的房间在9楼，我从上面往下看时，想的不是很想死掉，而是要从这里掉下去，可以一死百了。如今她终于在感情上修成正果，与她相差9岁的韩国男演员郑熙远宣布将在6月结婚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